天命众生及天龙法不听无玄说地藏菩萨不是一理只是如当地听我今说此观世音应为然世尊愿要与万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父今有五衰相现或有多余恶道之者若是天然若男若女当先相识我见地藏菩萨心想我闻地藏菩萨名一沾一粒是诸天人转成天父受大快乐永不多善恶道报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以佛音是宝贝因多布施供养娑婆功德福利无量无边扶持观世音多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黎民众是得闻地藏菩萨名一声逆耳根这是诸众生永不离善恶道苦何况黎民众是佛母眷属将是民众人舍在财物宝贝一事俗话一场心想我是病人为众之事言而见闻知道眷属将舍在宝贝而为妻之身俗话地藏菩萨心想世人若是也好和手中病者真是功德寻迹出于寿命真意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多何曲折尘世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生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能或如不是我三岁五岁十岁以下往事父母乃至往事兄弟姐妹使人年纪长大时以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成何世界成何天中使人若能出发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地战一地一日至七日莫退出心文明前行站立供养世人眷属家因也不多而去这几当结束生死男女兄弟姐妹说话地藏心想站立功德寻迹解脱生人天中受生妙乐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一生人天受生妙乐这几成是功德转正身因受无量乐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夕站立地藏心想念起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居高世人眷属身见我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请令世人与诸世间见诸眷属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归神众生为护现世一时风雨无处疾苦乃至恨世不若其门何况其身世人必经得菩萨摩尼受其佛子观世音菩萨轮回乃是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发光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者于处理善解者是诸人等见地藏心相即闻名者是心归依或以香花以佛宝贝饮食供养站立是善男女等所愿俗称永无
佛此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是坦荡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心相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福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持佛此观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正中发布是一心于多云诵，终于名师教师领受玄德玄王懂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但有所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圣经典我多诵心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于本心恭敬成拜，跟以香花一指引是一切万具供养菩萨，以经水一尊今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敬佛为首相南临入口时，至心正中覆水即闭身无心求柔心因王于基础上岸，以七日或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变身，于是人出手观定水其人梦觉即或聪明因是经典一理而根基当用其根不忘事于其一切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一时不足求者快愿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财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恨事多来无身睡梦之间多有进步如是人等问地藏明见地藏相知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说不如一时渐渐消灭即得安乐一时梦一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不思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我因此生我因公司我因生死我因即时如山林中国度和海乃至大水火金仙都是人现当年地藏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归山为护清楚助我拥抱安乐乃至风雨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甚至莫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语言佛地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是百千劫中所不能及是故观世音多以神力六波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而是世尊而说其言无关地藏为神力恒河沙劫所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礼一人天无量世若男若女若龙身宝经应当多恶道自心皈依大师圣说明转成处罪从少师父母恩爱者为之浑身在何去兄弟姐妹记住今生长以来皆不是我所获花大师生被灭禅礼不禅舍三七日中年七名菩萨当前无边地是其眷属所生皆众多恶趣寻处理若能不退是处心即或莫定受身即欲求
无上菩提，这乃至处离三界苦，世人即发大悲心，现当站立大势，向一切诸缘所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有人发心念经典语，多去弥朝彼岸，随地誓言，不思于宣读宣王多非是。世人有业障或故意大声经，不能经供养地藏，一向我一佛因是诸万句已经随安大师前一日一夜，求佛之法因中心生无心，求肉切因其亡于三七日内无伤，只心思念大师名记于梦中见无边卷海边的离根二因是金条离二文，千万生中永不忘，一是大师不思议，能使世人获智慧，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在胸衰眷属离睡梦之中，其不安求者怪为无沉醉，知心站立地藏向一切而世界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逸，是丰饶神归我于若山林及渡海渡岸，亲手及二人得生得贵宾得风，一切诸难诸苦恼担当站立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若是山林大海中因是诸恶皆消灭，观音慈心听我说，地藏无尽不思一百千万劫所不走，广宣大师如是理，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千香站立者，香花一佛一世佛供养百千寿庙了，若能以此为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如当知不高恒沙诸佛陀，诸类人天平地是三恶世世尊，具金色眉，有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坐，是言地藏地藏如是神力不可思议，如是慈悲不可思议，如是智慧不可思议，如是辩才不可思议，真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如是不思议，是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地藏地藏即我今日在道立天中，一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威之中，在一人天诸众生的为出三界，在火在中则不住一路，不令是诸众生多而去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无无间极阿鼻地狱，东尽千万亿劫无有出期，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之心无定息，而者多众发善行，须臾即退，若一恶缘念念增长，一时之故无分是心，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地藏无尽因尽一天人中不住一入，未来之时若有天人其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种种烧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滴，如一道利用护世人见修无上无灵退是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岁月报应，落在恶趣令多趣中，我之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声经典是诸众生，若一生你方便就把于世人所见无边身为所地狱，千灵升天受身妙乐，二世世尊而说其言，现在未来天人中无尽殷勤佛祖容，以大神通方便多无灵多在诸恶趣，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护
拜佛也，世尊为愿，世尊不以为虑，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依佛八种一念恭敬，我以百千万遍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与无上道，永不退转。所是于是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拜佛言：世尊，我自知道理，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为身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来自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菩萨名字，或站立形象，得其中福利，为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华印时，以佛珍宝布施供养赞叹赞礼，得二十八种利益，一则天龙护念，二则三国日增，三则其身上衣，四则菩提不退，五则衣食丰足，六则饥衣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五盗贼，九则人间清净，十则神鬼诸事，十一则女转男身，十二则为王臣女，十三则断真相好，十四则堕生天上，十五则火为帝王，十六则素知命通，十七则有求皆从，十八则眷属欢乐，十九则诸恨消灭，二十则业道永除，二十一则去除尽痛，二十二则夜梦安乐，二十三则前往离苦，二十四则速不受身，二十五则诸神赞叹，二十六则聪明力根，二十七则饶此迷心，二十八则毕竟成佛，不思虚空藏如下：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立地藏心，或闻地藏本愿，是恒赞叹赞礼，得其中利益，一则速超生地，二则恩业消灭，三则诸佛护临，四则菩提不退，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皆通，七则毕竟成佛，二十四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曾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堂为曾有世事道理，天月无量香化天衣，诸因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以一切众会具佛真理，合掌本尊地藏菩萨本愿尽卷下，离波离波地九和九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地比尼尼地，摩和切地真地切地，萨摩和尼波离波地九和九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地比尼尼地，摩和切地真地切地，萨摩和尼波离波地九和九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地比尼尼地，摩和切地摩诃摩诃呼啦呼啦苏达罗吽呼摩诃萨婆诃南无吽呐达那哆啦呀耶切啦切啦俱出俱出摩诃摩诃呼啦呼啦苏达罗吽呼摩诃萨婆诃南无吽呐达那哆啦呀耶切啦切啦俱出俱出摩诃摩诃呼啦呼啦苏达罗吽呼摩诃
藏本师教养金龙开呀，是天生今世逢大圣生命电视台，肩负着传播佛陀觉音的弘法家业，同时也是海涛法师慈悲置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透过电视台无远佛界的传播，方才能将诸山长老法师的开示，以及南传、汉传、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听闻正法，共取正觉，为令如来悲智法水长流不绝，滋养大地有情菩提心田。尤其为使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诸如弘法、护僧、慈善、放生，以及印赠经典、免费素食等慈悲置业，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无尽传扬，裨益大众。敬邀十方大德发心护持，共襄盛举，以让生命电视台常续诸佛愿心，继续推动如来法轮，广利众生。护持请洽各地中心、道场、讲堂、书房，或洽03-989-8686，划拨账号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南无具种种三摩地，灭除疑惑，除发心护主不动如来。南无具种种三摩地，灭除疑惑，除发心护主不动如来。南无具种种三摩地，灭除疑惑，除发心护主不动如来。念诵一遍，能消除罪障，直至成就佛果，不堕三恶道，决定成就究竟圆满之佛果，莲花化身不动如来净土。印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